在慈善、医疗、教育、人文上面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不只要报道，而且要把那些行动让大家全世界都去知道。今年是我们大爱电视台25年了，大爱电视25章，祝咱天下太平，年年拢是好年冬，大家平安健康做志工。大爱电视25年，祝福大家广结善缘，处处结好缘。大爱电视25岁，生生世世追随上人，不后悔。好话说前头，所以吼，也是充满了彼此祝福啊，啊，这也是气氛。其实吼，咱大爱台从开始立霸有人吼，那一天播一点钟。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应该是差不多30年了哈。总是呢，这就是弘法利生，咱的目的啦，就是弘法利生啦。卡祖师一句话讲：为佛教，为众生。这范围是缩小啦。为佛教，为众生，应该爱讲吼，为天下，为众生。在蓝毗尼呢，重男轻女的观念还是非常的严重吼。这个故事呢，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。其实呢，我们慈济在蓝毗尼这里推动零辍学计划已经很久了吼，但他妈妈第一时间是跟我们说不要。因为他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娶的娶嫁的嫁，只剩他一个人可以赚钱。那他有一个弟弟哦，妈妈要他供弟弟上学，让我们现场每个人的心都揪在一起哈。妈妈说不要哎，那志工要怎么办？那还好，我们志工说，那他一个月薪水多少钱，我们就给你们。然后妈妈听到有钱可以拿，她说好啊好啊好啊。所以他现在是在蓝毗尼，也是靠近我们常住据点那个地方念书哈。不止卡比塔哭了，其实连我们的志工也哭了。我们在那边待了50天，终于见证到卡比塔他上学了，他穿上制服，穿上裤子，其实我们都很感动。若干年前，吴光中师兄在土耳其的街头，然后帮助那些很想读书但是没有力量的孩子，他们把他一个一个带到满纳海学校。满纳海7年级的学生沙马哈跟布鲁汉两个孩子刚来的时候受到很大的惊吓，半夜常常都没有办法睡好觉。看看哥哥的话，他的童年的印象是什么？一颗一颗的弹如雨下，那是飞弹，还有断垣残壁，那还能看到的是墓碑，旁边都是亲人埋葬的地方。但是你仔细看这张图，远方出现了一道阳光，我觉得这就是孩子心里面呈现出来的一个样态，就是那个阳光。我没问他，那代表的就是满纳海学校。所以他的确，他们两兄弟在满纳海学校还有志工的陪伴下改变很多。那12岁弟弟他说，他也画了这张图，他就说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论拥有多少的财富，当你离开的时候，钱财、房车这些东西都会离开的，只有善行会一路跟随。意思就是，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啊，这个业指的就是善业。我一直在讲无分宗教，看看咱台湾，咱定下拍出来的画面啦，有了这个灾难，主席一定是将地涌出，所以吼、菩萨将地涌出，啊，搁有从十方来，还有呢。坐飞机从天降，这种从地四方八达涌出来啦，从天而降的菩萨。所以吼、哦，这就是慈济人呐、啊，很普遍呐、啊。慈济人会当遐普遍呢，那就是第一时间长啊。慈济已经50多年啦。从第一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呢，咱拢是吼一步一步向前行，而且呢，人人的心呐、啊，
都是清净无染，每一个人都是很干净的心，付出无所求，总是呢受到多少委屈都是急功感恩啦，这都是吼无情无泪啦，而且呢很纯真，这就是师父常常在讲，为了净化人心，祥和社会，常常安尼在讲，啊，多一项叫做净化人心，啊，多一项叫做祥和社会，因为它亲像空气同款。咱要安怎去制造一个好的空气、清新的空气？所以，组织的人呐、啊，迄、那个气氛，只要你吼、哦、有组织人的团队在那里，就很自然就会产生了那一份的很祥和的气氛呐、啊。这都是气氛。这就是人文，组织人的人文。看看咱，这就大家人拢嘛好整齐呀、啊。从这一边看过去，每一位同仁都是呢穿着都一样。这边看过去也是一样，打领带的或者是呢。灰衣的工作都是呢很整齐，所以说、哦、整齐就是美，整齐美啊，这也是人文啊。所以说、哦、慈济我们人人都是共同一念心，慈济场合啊，都、就是也是同样主人都安尼的水，啊，所以这是伫人的辛苦。啊，人看好人，当然一句话就是感恩呐。开始做这个早安慈济请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，就是这些志工他们用他们的身形，然后来说法，然后其实我们是所谓的第一个很幸运的可以受惠的人。我们希望志工能够更靠近我们大爱台，大爱台其实属于全球慈济志工的，请你们善用我们这个电视台传播讯息的频道，把你们做的慈济事传播出去。总是呢，咱是吼对基祷告。这当中呢，年轻人呐、啊，还有现在，也这个社会啦，我们也是要不断提升。最有乐观，全都爱中乐观啦。但是呢，咱的基础，同款爱好好稳定落来。哦，亲像在老菩萨啦、顶顶啦，啊，迄种的对待爱的迄个习惯吼，迄、那个基层啦，已经吼、哦、都拍个真稳啦。所以咱原来爱顾基本吼。爱顾好好啦，那啊，现在科技一直发达，啊，咱爱不断跟得上水平啦，所以也看到，真正是吼，咱真真诚的水平线也有在拉高啦。迄天我去金蝶的展，真正是真感动。啊，这种天下生态啦，咱迄个相片吼、哦，一张一张的相片吼、哦，我定来讲相片的说法啦，吼、哦，一张也可以啦，可以看好清楚，这是什么年代？咱总是呢，等于伫咧写历史同款，我是真期待咱会当。做，咱就是用真诚的心，用在吼、哦、为人、为人生呐、啊、有意义的，吼、哦，那也是呢，
为人类啦留历史，留过去的，或者是呢留现在的。过去的我们现在不做，那没有人可做。所以过去的我们真的是很真诚去追真实的过去，这是咱会当做。那当然不能落实现在，这呢气候变迁呐、啊，那大地呢频频传出灾难来，这种地水火风，咱定定咧讲，这也是人间，我们的生活圈，这个地球啦、啊，是人类的生活的地方，所以呢，也期待我们大家更努力哈、哦，为人间做见证，为时代写历史哈、哦，这些。我们人物的使命。